猜一个，猜两个，巧克力，团团举动，举弓，团团举弓，团团举弓。要火焰剑吗？哎呦，哇，嘿，没射到，没射到，出来，出来哦，没烧到，没烧到，哇，哎呦，几顿还是死，他应该从下打到上，跳太高了，这个岩浆，这个岩浆了，没有吗？紧张，紧张，哇，繁衍被爆了，那连连杀，背后突击，背后突击。哇，可惜可惜，哇，可惜，哇哇，太可惜了，一下就挂了，我都挖到他们的洞了，来不及，速度超快，飘，真的，先被射到了几下，嗯，他们在下打上，哇，那么装，我都没挖到那么多，哇，都是装。那个钻石是杰克挖的，跟我自己挖来的，好猛哦！有一个是爆未来的，十七颗，我爆钻石给他还蛮多颗的，哇，哇塞，我连铁矿都挖不到，而且这个速度这么快，拿斧头比拿剑还猛，对啊，对，拿斧头比较划算，而且又可以破盾，快。他火能打真的有用吗？有快一点，有快一点，快快！我觉得拿斧头快很多哎、欸。是哦，因为我拿剑打珠子，想说差不多，就想说就没了。那、嗯、个斧头速度感觉很像，地图全部都是白桦木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刚刚想说你们说的是什么生长加速，我还以为是你们有拿到甘蔗或是树苗。是我们想要上来拿，然后就发现都没有。这样子也没甘蔗啊。没有，有我刚刚晃啊，有吗？有哦、我拿到，哎，没有橡木树苗，没有半棵橡木，我们那边什么黄木头，没有半棵苹果树啊，这样都没看到啊。嗯，对啊。Q Q， 这张图废矿很大、欸，好大哦，真的。我死掉的时候在废矿，我就看你们也在废矿，大家都在废矿，这应该是巨大化世界，没错。嗯，我也觉得、嗯、生态域也是超大，对、啊，没有项目，而且那个加速打怪超难打，不习惯。对啊，因为完全都被怪打的稀里哗啦，你就前后拉的距离很难拉、啊。对啊，因为你视野变近，它那个整个变广角，而你打怪的那个距离就不好抓了、嗯，就是你后面还会因为速度太快，很快就被东西卡。哇，这张图，这张图怎么了？哇，我还没看到，哇，哇，好地形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小队长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队长，我们要保护一下。哇，想认识一下小队长。等下，这张地图为什么感觉似曾相识啊？丛林啊，之前祭坛哦、嗯，因为中间下面刚好一个祭坛，时间关系，然后这次太晚弄了。哦，旧、哦、的也是很棒啊，赞、哦、啦，嗯，可以可以，你要再加速吗？加已经习惯了，已经习惯到速度了啊！我等一下还是我，那才是我们，那真是鱼骨。一千啊，那尽量挖，只是好是有存余哦。刚刚忘了用，那要再加速，再更快，还要更快哦，还要更快。刚刚挖掘加速十，我们调个五十好不好？用速度不要加就好，调个五十挖掘速度吗？对，五十挖掘速度，然后刚刚那个移动速度跟跳跃不变，有没有？好，急速挖挖挖。我觉得等一下应该就是差不多是挖叶子那种速度吧，用剪刀，擦擦擦擦擦擦擦，挖爆天！对，疯狂的想挖挖，哦哦，有过吗？好像没有，没有，忘了，忘了，没有，忘了吗 ？Nope， 应该是没有，没有，准备 ，Go Go Go！好 ，Go Go Go， 要再配黑色的剑吗？黑色的剑，对吧？他们说
要更快嘛，所以要再配一把黑色的剑跟蓝色的剑。黑曜石可以做成剑的话，那是要什么什么西瓜榴莲什么、那個、之类的，对。哎、欸，其实讲到这个，突然想到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拿 UHC 跟 Tinker 合在一起跳、哦？下面是一大片水、啊。我觉得 Tinker 如果配 UHC 玩，感觉很好玩、欸。对，感觉会蛮好玩的，因为就很多种武器啊，然后如果又是那种随机箱子得到随机武器的话，感觉还不错。嗯、我打个叶子，等一下我是开了创造模式吗？好快哦，真的。奇怪，怎么打一打那个木头就像创造模式一样 A 一下就下来了？有点微卡，这是在剪刀在剪东西的感觉。等一下，好累格啊！你不会有点卡吗？会，有一点点卡的啊，因为在丛林再这样速度这么快。嗯，是谁选到丛林的啦？这个速度都不用做佛了、啊欸，做了搞不好更快啊，对不对？做一下，好累格，反正这么快，嗯、可以的，快一点，快，越快越好。我都还要挖下去了吗？我在挖了。这个移动速度不会游泳没有影响，实在不用坐船啊、嗯，打死都不会挖这东西的。为什么？那如果你完全没食物，你只能吃它才能活的、欸。我宁愿饿死。哇，你也决心也太强了吧！哇塞，决心超强。为什么火把做不出来啊？哦，做出来，好累个啊、哦！做装备都好累个、哦。你有装备了？工具吧？应该是指工具。应该是指工具。看到甘蔗了啊！那边界外。可惜。哎、欸，这个边界哦。你在那边划小船。我啊，我在找甘蔗。好那个哦、嗯，这是陨月，陨月是打他敌对的，打他，他在坐船、啊，跟你坐同一条船啊。杰克，哇，你那边有点危险的感觉。哦，我看到是敌对的、啊，没有 ID。啊，你们都没有，你们都在船上就用船撞他，虽然一点伤害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陨月在干嘛啦？不要追我啦。哼哼，音乐哦！哎、欸，他摸到我了，对，哦哦，他坐在船上还拿剑打你，这样，哇，天眼，而且甘蔗是在你那边，我没有挖到甘蔗，甘蔗不是在边、欸，繁星也在那边啊、哦，默默的杀人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很近哦，三个红的，两个蓝的都在一起哦。你说我吗？还有我吗？这个繁星在找下面两个人的，在你脚下。那我可以去找繁星吗？在哪里？可以。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看到繁星，我看到繁星了。在哪个位置？我也看到繁星啦、啊。好，在下面，往下挖，再挖。他们在下面是不是？二零在你，等下那个繁星往左边挖，往对，往前扬下面，扬下面，斜下去，斜下去。那等下。挖到了，好，小心二里 go 我打不到他啊，刚好卡视角，完我洗呀、啊，还有一个陨月在外面，陨月在外面，等一下那那后面，哇巧克力，哇陨月啊，巧克力，哇他们在上面，剩你一个，哇，超快。太快啦！我要重开一下我那个太卡了。我的斧头打到爆掉了啦！斧头 A 到爆炸，一直挥，一直挥，那个太快了，真的，瞬间爆炸啊！哎，有啊，我给我的月一直追我，狙的第一还会再给太神，太快了啦！月哦，怎么了？场超快，我就看到他嘛，我打到搞斧头爆掉啦！
速度太快了，我就看到甘蔗滑过去，看到哈基过来，就想找哈基聊天了。哦，你干脆说你想上他的船算。哎呦，你是真的被打，我被炸死了。那多发好几只，烦死！太快了，哎、欸，说我们很近哎、欸，很那个吗？不会啊，刚开始一开始的会顿顿顿顿这样子，没有一开始顿，那是因为你在感受你的力量，力量在吸收原力。OK， 哎呦，这顺畅啊，维卡维卡，嗯嗯，白痴，没有，刚刚关键一定是我有穿到鞋鞋。杰克被打，我就继续，不行，我还先烧铁。这铁好珍贵啊，我想要、啊。不行，我们要玩一张玩久的。我觉得刚刚丛林可以再一次，再一次嘛，慢慢来吧。你们先杀人的啊！我就看到，那是寿星在切蛋糕，这我们没办法。哇塞！我都要买一个蛋糕回来，还想怎样？看来这个口味不对啊。你不是水果蛋糕哈、哦？蜂蜜蛋糕，不要蛋糕。吃完想吃水果了哈。麦当劳欢乐颂。嗯，还没开，还没。今天的地图，就丛林感觉比较适合玩的久啦。嗯，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呢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不是。我觉得我们出生点都好近哦、喔。走两步就可以遇到对队友那个敌对的感觉。有了，开好了，有了，进来了。好。Go go go！ Go go go！ 有力！噔噔噔噔！这个时候出生在雪山，说不定还比较好过一点，虽然一棵树都没有。和解吗？不会吧！这拼好好精彩哦！对，我们的拼好精彩、啊！哇，你们那一楼的、欸，两格三格，两格三格，你们都住在马来西亚是不是？哇哇，精美！你们是用手机 WiFi 吗？还是拨接网？对，二零在工作室啊，我就知道已经偷偷住我们这边，偷偷跑过来住。哎呦，其实我在你们的仓库里面。仓库里面，哇，还偷接线、哦、隔壁那个开跑车的是不是你？每次在那边怠速，哎呀、啊，然后就在楼下那边说，是网路被偷接的概念嘛？啊，哎，队长，前十分钟不打人，好，享受一下自己的能力啊。能力不是让你来打架、啊欸、如果打到那个那一方直接 kill 自己哦。能力越强责任越大，对，打自己一拳看看，打看看吧，打一拳啊，打一拳，打卡啦，打卡啦，欸，那个 ping 比较不完那个、欸、很棒啊，刚刚好、啊哦，团团听满了，完了，互相互相协调，互相帮忙，给电充满了，把你们的屁分给队友的，下去，下去，我不用下去吗？我要下去，不用不用 ，Go go go go， 感受一下能力，那中间那会有什么宝吗？没有开到，中间就是绿宝剑士吧，正常也就是里面放绿宝这样而已啊。里面还有很多剑、欸，这跟我刚刚那个地方一样哎、欸，所以他们在附近。哎、欸，甘蔗，我看到甘蔗了。好，先打甘蔗，先打甘蔗。我去享受我的力量。还有可豆哎、欸，可豆不需要拿哦，很重要哦。
保平安哦。那个树叶可以尽量打，那地上很多树叶其实是橡木。好，苹果，要打到苹果树种子啊！欸、不要种子，我要苹果。甘蔗只有两个啦，我看到打叶子，快到岩石了，我已经看到他们了，他们真的是在附近了。对啊，这也太容易了，十分钟不能打。我看到西瓜了，偷东西。你看有没有苹果？当个小偷吗？打到苹果吗？我打到一颗。这挥拳速度快到都很累了。快到我以为我开了创造。创造都没那么快啊。这比创造还快啦、欸。完全没有苹果哎、欸、我。我有一颗。哎、欸、有。第二颗。一定都被你吸走了，那真棒。这个是快到树还被敲爆成其他样子。我刚空手打石头都没问题了，真的假的？还比一般那个用镐子挖感觉还要快一点。可是这个速度再加上镐子挖，应该更快了。没问题啊。啊、哦，难。快到我会累个。那你现在挖矿，挖矿会慢一点。我们等一下还要弄个水种甘蔗、哦，不然甘蔗只有两根。好，看可不可以慢慢找到第三个啊？有肚鱼了，有肚鱼哦，有肚鱼哦，有吧？有挖到是不是？有两只。小心什么甘蔗瞬间爆出两只哎，甘蔗皮革也要、啊。我没有看到牛，有这地图有牛，中心点附近有。没有煤炭，我刚刚都把树给打分解了。喂，哇，这速度真的好爽啊！那个地真的是掏空一片，打树就像在打杂草一样。有啊，我刚刚就是杀掉杰克，发现你们那边好空荡哦。这就是人类啊，人类过境啊，真的。哎呦。没事，有人成为会员。哦。感谢会员。外面探，外面探。